这是我们汉家酒业的马总，我们感谢他对我们这次活动的赞助。是洋河酒业吗？我们现在来访问他一下。大家好，那个我在这里代表洋河股份，也很荣幸来这边一同参加这个盛会，对吧？中国武术的精神就是自强不息，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和一个民族精神。那中国白酒也是名扬海外的一个中华软文化，中国白酒和我们的中国武术在一起，在海外就是讲好中国故事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弘扬中华文化，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一起参与这个盛事。在此我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义工们，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所有的主办方们付出的努力，也祝贺所有的运动员取得一个好成绩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谢谢汉家总员马总。